好，如何让它有动画呢？我们需要给它指定一个动画蓝图。首先不着急自己创作一个全新的一个蓝图啊，我们可以用这个小白的那些动画啊给它用。怎么来呢？首先找到小白 ManyCube Animation。 好，在这个部分讲一下啊，小白的一些基本的一些跳啊跑啊，包括一些这个混合空间啊，都在这个蓝图里面。所以呢，我们需要重新点右键，重定向动画蓝图给我们刚刚创建的那个骨骼。好，看一下怎么来。首先把仅显示兼容的骨骼去掉，然后选择这个 Sky Orange， 然后替换。这个注意啊，因为我们小白人他叫 Third Person， 对不对？这名字难听死了。所以呢，我们要把这个 Third Person 换成什么？我们主角的名字 Orion 啊 ，Orion。然后还有存放的这个文件夹，一定得要放在指定的我们的 Character Orion 底下。我们新创建一个专门用来保存动画的文件夹啊 ，Animations。好，这几个步骤啊，选择正确的骨骼 Orion 骨骼，把它的名字换掉，然后呢，这个文件夹的位置，然后点重定向。好，这样子可以看到我们新创建的 animation 底下就有这些动画了啊，就有这些动画了。我们可以进去看一下，双击进去。第一次进来这个地方呢，你会发现啊，这一个动画啊，你可以看到它的模型的样子，看到骨骼，然后看到它的动画。我们可以双击右边有哪一些动画跳。好，你会发现有个问题，它的这个手啊非常非常丑，这手非常非常丑，有问题的啊。好，这是因为这个小白的动画和这一个我们主角的动画呢，我们主角的这个骨骼不是很合适。好，看一下如何将动画再重定向给我们的骨骼呢？好，现在我们呢已经定这个重定向蓝图之后，我们先给它附上去。进到人物的蓝图里面来，网格体，这里有个之前我们换了这个骨骼，对不对？使用动画蓝图，然后动画类使用我们的 Orion 刚刚从定向出来的 Orion Anim BP， 啊，就是这个 Orion Anim BP 定向好以后，我们点运行，好就可以看到它现在可以走了啊，是用了小白的，但是这个手很丑，我们如何来修改呢？